不是没有，应该说消音。嗯 这段不能播。超棒，喜欢我以前的甜的感觉。开了，好，开了是不是？刷新没刷出来。等一下啦，没那么快。等一下吧。这个是查查完的，刷新没刷出来。是一物好。好整齐的素，想都扔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弄那个树的农场弄了2年，它才全部长起来，不然东长一个西长一个，哦，超不爽。我也很辛苦。哦，你去吧。放鸡吃草，你帮我们开门。不要，我已经离开了。好吧。我有我的尊严，就像这样子，一开始要先这样子，隔一个种，隔一个种。不然他们附近不能有东西，人为的啊，手工种的话一定要隔。哎，那个可以采小麦了。自然的话就是他如果种在这旁边的话，你就不用理他，那个就是会自己长。那自己长起嘿，他有时候就像这样子自己种的话，他就会自己长。啊，人工种的话一定要隔一隔。来。还记得抖多少？赶快发点心。2米。去看书。哎，不对，我今天要去拿我的稿子。这么巧啊！随便啊，给你看，给你看，让你看，有没有？是你们家的可乐，送你，送你，送你。好，再让你看啊，买一送一。这么爱看，给你看呢、可以收小麦了，快去收。啊。拿镰刀刮哦。工具好，小鸡事。上有葡送萄田酒。哦，好。饼干，阿妈家有饼干。妈妈削饼干，还不捡起来？我要去拿稿子，然后使用断线大法。然后就跟小雨做起斗。然后我就跟法师一样，一直拿到通稿。看，妙啊！哦，有斧头了。那我来刷饼干啦。哎，潘妮，好巧哦。有兴趣养虚空鸡吗？讲的好像它会自己生出来一样。对啊，它是你会自己生出来啦，可是它是可遇不可求的那种啊，它又不会，你我看说那我想养它就出来。有时候不一定是女巫，也可能是小精灵呢。对啊，那小精灵多鸡掰吗？会帮你我才把不农。想要花钱去买那个单。那小精灵会让你9×9的3×3的作物。加速突增然长哦，加速生长，然后就跟其他怪不一样。强迫症的哈基会受不了哦。有遇过一次，我那天重开，太讨厌小精灵了。结果发现还是一样。你就就憋那几天不要说就好了，就只能这样子啦。嘟嘟嘟嘟。你有成功拿到稿子哦？有，为什么就而你且我可以？很懒，我要直接在他的家外面放一个箱子。太不爽行吧？可以啦，哦，放。我都没有美化他们市容过啊，我不知道。我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要一直跑回家放那个太远了。跑回去天就黑了。也，大家都快要可以用钢镐了。拿我两是把，钢镐啦，多拿我一是钢镐了。那多拿一把你是钢镐是，那我再拿一把就好了。不知道家里面有一把了，我放了一把。
那就拿完之后就不用拿了。对，我这个拿完又要赚钱升级，我就可以去巴士站了。没了欸，不能洗了对不对？对，我洗了两把而已，可恶。好吧，这个有几率可以洗成功，有几率不能洗。对啊，我上次完全不能洗，完全洗不成功。我洗了两把，可是我上次斧头又洗三把。是这个。我需要矿的。哎莉亚，好巧哦。拿去卖钱，当然不是拿去卖钱啊，但是拿来给朋友用啊。卖不掉啦，能卖吗？对啊，不是这个东西都卖不掉，剑那种剑跟钓竿的、那個。对啊。他就是你想你多拿一把，像如果是刚搞的话，你就少5000块的那个加工费。我新入谷玩多久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219小时。我玩了100多个小时。我也是100多。哎、欸，100多多少？我来看一下。100多多少？100多多率。100多多率。哎呦，太有默契了、哦。哎呦，不错、哦。哎、欸，我玩了147个小时。可是你记得这次更新之后，那时候我开始玩的时候只有80几个小时，啊，不，只有70几个小时。他都偷玩。嗯，就醒来了就玩呢、啊。醒来就是要剪片啊，不关游戏，醒来就睡觉的。这个没办法不关游戏。可以啊，你就结算的时候，对啊。你看完再开始没有用。你就播着那首歌在睡觉啊，噔噔噔。有没有这么厉害？挖到最后一个石头才挖出楼梯。有。太会了吧！哎、欸，可以来那个了，可以来沙漠了。好、哦，狗爸扣你。坐车啊。我爸扣就可以了。是一次500块啊？嗯。可是我没体力啊，算了。哦，没体力就算了，就明天。你就至少一定要挖回本啊，不然亏。啊，那边有仙人掌可以拿啊。对，有仙人掌，你仙人掌捡一捡，仙人掌也捡一捡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对啊。你才脏！你说我脏，你的内裤都在别人家，你说我脏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那个存档不是发现你之前有进去吗？然后我在捡裤的时候，我就捡到2件，然后其中一件就一直放在我的箱子里面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要戴头上啊，穿啊，就丢不掉，到底是放哪来穿啊？哎，超悲伤。不洗了，不洗了，好累啊、哦！第二个还不就是。哎、欸，好巧哦，运气！你有拿到银河剑，打太普通。哎呦，痛！有洞洞，开心！最喜欢遇到这种洞洞了。你说直接掉四五个、那個，就掉超多层的那种。怎么感觉我总收入很高？在想什么？我可是连缴税都没有达到标准的人。手 PS4 炒到90000块，为什么？啊，你就买新的就好了。对啊，没差多少。不是呢，PS4 卖90000块。
你买一台新的吧，九万块，买新的还比较便宜。对啊，哦，九千块，它是九万呢、欸，九万阿猴打的，九万什么数字？九万是什么？九千吧，价格啊，九千吧。你是手抖啊，还是你键盘跟哈基一样坏掉了？我是滑鼠坏了。对啊。如果你就是，不然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你去买一台新的，好了，二手的我把秋风卖给你九万嘛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多买几台。对啊，谢谢。我们就给那边一人一台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可以这边大家可以就是影月跟团团有了嘛，我们就剩下的人全部买一台的。那剩下也在。感谢。啊，那你落我啊，我帮九万块卖你二手的，没有，我卖你八万就好了。我们帮你打个折，友情价八折，好不好？卖你七万二，可以，八万七啊，八万七。哇，这么好的朋友哪里找？新的没货吗？就有真的急着要吗？我是觉得九万块没必要吧。真的没，九万块真的急卖？你叫秋风卖你啊？真的？对啊。是现在又有什么大作是不是？不然九万块是猎人。猎人不是之前那一波已经结束了吗？他不是又一直更新什么东西？前阵子还洛克人吗？艾露吗？艾露吗？我们洛克人的样子。哦，那个我知道。可是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 BGM？ 是有什么事件吗？就你是在那个吗？骷髅洞里面吗？你还在家旁边啊？因为我在骷髅洞吧，有时候他不是会读错音乐吗？哦，有可能是因为你在那边就开始读那边的音乐，可能是有人在 host 别人，你在挂台，有人在 host。啊，现在包包太小了，来骷髅洞。不是啊，魔物猎人就是火龙机也不会到九万啊，顶多两三万吧，二手的。二手没有二手就可能贵一点，就是就算二手可能也贵一点点，顶多一万多两万吧，不可能太夸张啊，九万。点，可能买个二三十个手把之类的。哦，怕坏掉。哦，那么怕、啊？太怕了吧？那么怕、啊？啪。我是觉得魔猎人应该是还好，因为魔猎人那一波已经过了，对啊，应该战神了、啊，战神了、啊，战神我是信，可是没吧，我就觉得还好，因为像我那时候魔猎人出一个多月之后去买也还好，隔天就有货了，就不要买绑定款，就隔天就有货了。还好我只要爬一层楼。你们该走喽，便离家里有点远喽。又挖到水层，但是万里无云。看到瞬间骂脏话也不用骂、啊，反正，骂反正会买的还是会买啊，又不是你买。兔兔晚安，我去尿尿。我觉得没差。啊，这种恶意炒价格就跟黄牛票一样啊，爱买不买。如果真的二手 PS， 我就跟秋风讨论把这个还卖给你啊。真的啊，九，我们真的卖可以卖便宜，卖你八万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这样啦，就是这种游戏主机啊，如果你真的爱的话，你早就已经入手了。嗯，你懂吗？因为你知道他就是会跟那些大作合作嘛。那你真的要的话，你早就已经先。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也不会到九万啊。对啊。九万什么天文数字啊？那我是不会特地为了要，比如说什么想玩什么游戏，然后特地去再买一个主机或是干嘛的啦。哎、欸，我的采矿怎么又六等了、啊？东西六等过了。哦，还重开机过，哦，重开过。嗯，是，嗯，你刚是打怪？不是我不要，我刚是挖矿六等，因为我确定是，因为我确定一样是可以做炸弹。8700。
千七，八千七，哦，没有，因为讲实在话，这些游戏要出之前就有消息了，那你就应该在它出之前，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，你就先买了，懂吗？先让鸡不准出来一天，让这草先长。那你要记得在里面喂啊。有啊有啊，它里面有。哎、欸，成熟了，成熟了，成熟了。成熟了。成熟啦。什么成熟了？那个。哎、欸欸，那个上。